对，啥玩意儿等老狠了呀？我跟你说。一辆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车头都没了，人咋人没事吧？人？哎，你好，是报警人对吗？我是消防队的。消防队啊。你现场是有什么情况吗？现在？就是机油都漏出来了。有人员被困吗？你看到？啊，他一个女的在里面，大概有可能副驾驶气囊爆出来了。哦。他因为引擎盖撞到那个红绿灯。柱子上了，好的，引擎凹进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，我跟你们讲一下啊，这出的是一个交通事故。到达现场第一件事是警戒，你俩准备破胎器材和车辆固定的东西，给车辆进行固定和破胎，好吧？好。事故点正好在中间，好吧？这个位置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做好警戒。做警戒。来呗，这边吧。好，我们这边在这个路上边上再放一个。好，还有吗？再拿两个警戒。再拿俩吧。这边后边再放一个。这里差不多了。然后不要挡着那个第二个车道就可以了。现场有什么事吧？漏油。在漏东西是吧？总队啊，我们周渡四号报到场，现场是一个单车事故。总队啊，你这边帮忙叫一下120吧，人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他捂着这个胸的位置，好像有点这个难受。完毕。有点难受。对，120过来了，帮你看一下。是他。对对对，看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好像是呀。就是可能这里胸骨。因为这个气囊没打开，我胸骨可能撞上去了。其他地方看到了，看没有啊？你现在车在漏油，我们你能下来吗？好吧，稍微扶一下他，扶一下他，对。轻点轻点。当时怎么撞的呀？胸骨去。是开车不小心还是怎么了？就一秒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撞的。哎总队啊，他这个120过来了，现在这个伤者是一名女性，已经被120接走了，不需要我们了是吧，民警？我们走了，你确定啊？收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走吧。总队啊，他车辆现场就是有一点漏机油的现象，这个民警已经叫了清障车，现场不需要消防了，我们移交民警报反对，完毕。好了，后面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反对了。刚刚只庆幸刚刚那个人没啥事。嗯，我有点头晕。对，撞的有点懵了。对呀。下车到喽。回来了。给你讲一讲。啥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老狠了。不是，说人家太老狠了。咋了？没呀？咋的了？这么一惊一吓的，一炸的？不是啥老狠啊？对，啥玩意儿等老狠了呀？我跟你说，一辆车，我的天哪！真的啊？这车头都没了。人咋人没事吧？人？车头都没了，人？120。你看了吗？人咋样？有点晕。你是你晕还是人晕了？多点晕。当时都没敢上手。那个油泄漏。一地的油，一地的油。我。然后怎么处理呢？你们处理了吗？我们得先拉警戒啊！你把警戒拉好了以后，得谁有点拉警，我们得还得拉警戒的。就是拉警戒了。没有啊，我还有破门。上手了吗？你们？是咱们那天那去吗？咱学了呀。真的假的？这三个这怎么面带笑容呢？我们都戴的都是那什么，都在那 F1 真的假的 F1 的那头盔。
带下来以后，这一个黄色的啊，深色的，真的假的？高班长，因为咱们学过高班长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学的里边有人吗？我学的那小的那个没用上咱呀。嗯，汉哥是拿那个一大把一大把盾锯，锯他干啥呢？把人弄出来呀！人还在里边呢，人在里边让你俩撅，当然了，人在里边让你俩撅，没事，一点没事。那人一点没事是吧？一点没事。我们把人弄出来了，抬上担架，啊，什么感觉？真的。真假的？主要你鼻孔一直在放大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真的。我这人爱撑鼻孔。拉钩拉钩。真的真的。拉钩。不带骗人的。不带骗人的拉钩。我们可在真的，你看我们的时间，你看我们，你看我们中间去了多长时间呀？我刚回来。但说实话，一下车就是证据，挡风玻璃全碎。我觉得应该是半真半假。我觉得也是半真半假，应该是有一部分是比较真实。咱们一会儿到时候得问一下。我去问问，你们这就是羡慕，你们就老羡慕我们。我们这后勤人员也很重要的。也轮到你们说自己是后勤人员了，是吗？真假的？真的。我不信。我也不太信。我还来得及吗？我换班。我换组，我也想换组。真的，你看怎么不信我们呢？早选高班长了。哎，真假的？我找高班长。告状去吧。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班就是最起码的信任的。指导员，你好，刚才您去了吗？我去了。现场一片混乱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他们真的破门了吗？没有。他们就拉警戒，对吧？真的就我开门了，没有破门，门是自己门是。哎，我就说这骗我，我就说怎么可能破门？来一个，就这事。为我们的，这算是什么呢？这一次，咱们这一队任务比较艰苦，完美完成任务。真的开心，之前我就一直在跟这个高班长我就抱怨，为什么老没有我们呀？今天我终于出镜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事。真棒。你听到谢谢的时候，你就那种感觉，我太上瘾了，太上瘾了，我就很期待下一次谢谢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？特别羡慕，那他们终于出了他们属于自己的任务，就我们没有体会到。汉哥加油，加油，汉哥，加油，老钱！一腔的力量想要用出来，想要帮到更多的人，我就希望我是那个能够冲在最前面去帮助别人的那一个人。